学校这里怎么有一个雕像啊？这个雕像看着好熟悉呀，好像认识一样。请问一下，这个雕像是谁呀？李比东，你不会连小五都忘记了吧？他可是为了救你才献祭变成僵尸雕像的，难道你真的忘记小五了吗？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呀？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小伙伴们可以为我作证。那好吧，我暂时相信你说的话。李比东姐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小五妹妹呀，我为了救你献祭自己以后就变成了僵尸雕像了，现在只有你才能让我复活。比比东姐姐，你可以让我复活吗？我想起来了，她是我的小五妹妹，我要去救她。小五妹妹，姐姐现在开始救你。为什么会失败呢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比比东，想要复活小五，我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狗头能量。可是我没有啊。你可以用黑魔法吸收一下，吸收的越多，复活小五的概率也就越大。谢谢你老师，我现在就开始。比比东姐姐，谢谢你把我复活了。小五妹妹，不用客气，你是为了救我才变成僵尸雕像的，姐姐应该跟你说声谢谢。